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大家好，我是Dan。 今天准备了一个曾经在韩国获得很高人气的料理综艺节目《냉장고를부탁해》中，让所有出演者和观众们都爆哭的一集内容。首先，这个节目的形式是出演者会向厨师提出自己的要求，两位厨师会根据这些要求现场制作料理并进行对决。当天演员朴千敏出演后说出了自己的要求，希望能再吃到一次想念的母亲做的菜。我们家乡是这样吃的，吃饭了千敏啊，感觉像是连已经过世的奶奶都回来了。先尝一下辣黄花鱼汤，怎么办，一模一样，连母亲的咸味都完美重现的辣黄花鱼汤，很好吃，一样吗？一样，那与母亲相似的手艺让陈明眼眶泛红，那与当年一模一样的味道唤起了和母亲的回忆，真好吃，这怎么办，再吃下去我真的要哭了，因为家境不宽裕，不能常常吃到的妈妈的面包，怎么办，真的不知不觉间，琼文庸厨师的眼眶也红了。最先忍不住伸手去拿的就是那令人怀念的酱肉，肉里参透着妈妈手艺的酱料味道，完美展现了母亲的味道与香气。鱼板真的像是妈妈做的一样，拿一根长的，像小时候一样，陈明加了很多海苔一起吃，真希望此刻能永远停留。陈明那份思念的心情也传达给了所有人，好吃，真的非常好吃。琼文庸厨师以感人的料理获得了胜利，但是琼文庸厨师也哭出来了，这理由是因为其实我的父亲现在也得了同样的病，怀有与陈明相同悲伤的琼文庸厨师真的吃得非常满足，我会邀请您和母亲来我们家坐坐，谢谢你。我是谁？我的名字叫什么？你的名字叫什么？啊，眼泪止不住了，上班路上爆哭中，真的每次看到这个都让我眼泪流不停。如果我的妈妈得了痴呆症，问我你是谁的话，心里真的会很难受的。我觉得没有比痴呆症更悲伤的病了，不再能分享充满爱的回忆和记忆，真的很痛苦。我真的希望我妈妈不要得痴呆症，希望全世界的妈妈们都能健康。